反对啊，就是这个医生是人家别的医生，人家别的医生的所谓健康饮食，一直让我爸的糖尿病恶化。在 Facebook 上，这两个影片加起来。病到底该怎么治疗？有导演，另外导演林冠廷拍下影片，记录两周生酮饮食。这是导演林冠廷。所以这个影片的目的是来消化并整理这些媒体的声音。你要做糖尿病的 control， 你要告诉你的医生。所以这种疾病一定要跟你的医师好好的搭配。所以那个医生也不知道，但是他怀疑长期会不会有问题。没有不可能。台北世界大学运动，市长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我的台词。角落就像是我第二个家，我的战斗力一直在飙升。师父，看来你是边缘系。角落就是我的主场，台北我的主场。然后帮我们的选手加油，让世界看见了。来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。其实不需要去看不起某类内容，创作者各做各的，观众就各看各喜欢的。好像你喜欢喝高级红酒，因为红酒比较精致哦，喝了对身体好，价位也比较高等等。可是也有人喜欢喝没营养的汽水，那难道喜欢红酒的人就可以骂喝汽水的人品味低下，逼他们通通都只能喝红酒吗？今年是台湾第一次举办世大运，也是台湾历年来获得主办层级最高的国际体育赛事，这件事情其实超级了不起。市长，您觉得我说的怎样？这是谁啊？2017世大运，大家一起嗨，台湾加油！